上队，刚刚的梦话记录，他俩还继续留在队里啊？嗯。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这俩小崽子在钓鱼，虽然提供的线索确实有效，但是引导的太明显了。嗯，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俩的真实意图。那咱们就将计就计，一会儿我陪他们俩再聊聊。这样，对外的一些信息我来抓，你们就好好摸一摸这两人的真实意图。